三月三十号上午。 马英九一行来到武汉市档案馆，参观“英雄战役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”专题展陈。该展陈包括“情深似海，厚望如山，生死阻击战、生命救治战、疫情阻隔战、物资保障战、发展突围战”六部分，展出三百八十余张照片、两百八十余件实物，并有多媒体设备二十九处，深刻诠释了“生命至上、举国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学、命运与共”的伟大抗疫精神。 精神生动记录了大陆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有效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的历程。展陈中有多幅照片、多段视频，记录了确诊台胞得到高效医疗救治、康复台胞捐献血浆的故事。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家人，武汉市台商协会捐献的物资上这样写道。 观展过程中，马英九赞许建设方舱医院是创举，并向医疗工作者的牺牲奉献致敬。他在受访时表示，初期做到好的控制，使得疫情不会大幅向外扩张，感到非常敬佩。这不仅是对大陆，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。两岸有医疗合作方面的协议，今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，希望可以充分运用。